兄弟们啊，这是鹰州水库良田渔货啊，基本都是鲤鱼。这鱼货有点大啊，有点不怎么显鱼了。兄弟们啊，鹰州水库今早是第三尾鲤鱼啊，今天的鱼情不怎么给力，天气不太好啊。兄弟们啊，这鹰州水库什么的胖子都吃苞米粒了啊，这单沟玉米粒他才吃。好，咱给他放了吧啊，这要不放了你违规，人家不兴钓花鲢。好，放。兄弟们啊，这是三台的今早的鱼货，我们准备去下一个钓点把它放场了啊，不要了。